张友莲没有诚意当我的女婿啊，我不稀罕，这门婚事啊，免谈。我跟友莲是好是坏，我都不会回来哭给他看。听好了，你是 Emma 总驻上海的行销总监。下午我有看到你去信华送咖啡，就一路跟着你过来。你跟他怎么认识？惨了，编好的剧本这下全都不能用了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，台视频道一个屋檐下。感谢普洱秋葵苦瓜饮冠名播出。